好的，今天来到第二天早上，准备要再去公司了。后来发现，这相机是有麦克风的，这还是用看它会不会真的音质比较好这样。因为像昨天就真的蛮吵的，今天的话就比较单纯。其实剪辑师的工作本来就蛮单纯的，今天呢主要就是要剪片嘛，晚上要去美丽华看水行侠的试映，跟一群直男。本来想说可以带男友去，结果男友没空，就只能跟一群直男同事去看水行侠，差不多这样啦。那我要先上捷运了。今天吃披萨吗？那个是什么口味？热的耶，烧肉啊。Lauren， 你吃这炸鸡会去皮吗？我以为你很硬控。有在算热量是吗？ Lauren 也解放了呢。要没有是一个礼拜。您是出国的伴手礼。礼拜二除了是午餐日之外呢，下午还会有饮料，就是我们之前订的手摇饮公司提供的，今天是喝胡子茶。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工作的时候就很期待那个饮料的推车这样子推过来的。好，那我也要继续剪片啦。大家来找茶。哎，谢谢。我在拍你们很认真帮大家找，然后 Leo 就拿完自己的就走了。我拍到了。你们在干嘛？假花哎、欸！木米收到一个神秘的花的包，然后里面有他原本的保健食品。什么意思？我刚刚以为是什么粉丝寄的，这是可以带回家养的耶，湿湿的哎，湿湿。然后我们刚刚一直在找瞬间哪里。你是一来的时候我也是你要交换，因为我刚刚在那个仓库走回来的时候有冰的，对啊，是冰的，是冰的，我以为是什么蛋糕还是什么，天哪，对啊，没有线索哎。哦，我们现在要抓犯人了，你要盘点，你要一个一个问。是你们密谋的吗？是我俩，完全没碰。都呢？是你吗？对不对？我会帮你保密。哦，你说他闯进来吗？他亲吻他，亲吻他，而且我们没有人知道。不合理，可是我就一直怀疑是大叔。说调查局的那些人。如果是他们的话，我就觉得没关系。可是如果就是他看到我的同事的话，那就恐怖。打蚊子，什么意思？就这样吗？这是谁的？这是你有的。谁叫你拍的？我自己想拍。恭喜你上了《少女日记》。少女日记观众。犯人就是噔噔，共犯就是噔噔。你刚刚问我说，我不会是周拿放的？我说。他看起来没参与这件事。木米还发文，凶手在这。偷个电，偷电达人。去，
有人说你今天很像周杰伦吗？有一对感觉要上去唱歌。拜拜，我要去看水行侠。对，嗯，我本来是想说要带男友去，他说他突然有事就没办法来，然后我就要跟一群直男去看水行侠。没有没有嫌弃，没有嫌弃。好的，我们现在要去看《水行侠》。好吧，哎，有演员，有演员，漂亮的演员。完全没有要看的，只有缆车有一种沧桑的感觉。沧桑吗？对。跟妹子来逛美丽华，太好了，有小颜就好了。我本来以为我跟一群直男一起看水星侠，吓坏。他在干嘛？啊，他真的很长，对吧？一下就跑了，他失控了，他就把你丢在这边。我要喝绿苦的。他是什么？红葡萄风味气泡饮。啊，你看得懂啊？我没有，猫下面有些中文，喜欢吗？我一直在想这一支影片到底是 D 卡的影片还是我的影片？就是你要拍什么？就是剪辑师的一周啊。我要拍，你要拍什么？自己抢拍。要按什么吗？还是我就拿着？就拿着就好了。终于入境，那你要指那边，然后我就这样啪过去。可以，我们要去看水行侠 ，Go！ 好，谢谢。到电影的那个首映会的会场，我等一下就可以拿票进去看了。你们拿枪对他。好好寂寞哦，这个人自己在玩。你现在加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我可以加一啊。我来躲啊。好。我是这一只。什么、啊、犀牛吗？好了，耶、yeah! ，这也不错，你还是困难的，好赞。我刚看完进去的时候，发现他都要包手机出来才能打开，真的是严密到家。不会吗？现在要搭捷运回去的。昨天结束的时候也是在捷运站，通常就是一整天结束的时候，我会再看一次我的 Notion， 就是像这边这样，我会再看一次，说我今天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做的，小小的写一下一些日记。但如果太忙的时候就会没有空写啊，有时候也是会一整周没写，但有空的时候我就会稍微写一下。每天的结束的时候，我会再处理一些杂事，就可能像是要用虾皮买个东西啊，买个宠物的饲料之类的。好啦，那今天差不多就这样了，先跟大家说拜拜。